好，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哈，那个用 KJ Wurz 的枪，G27，那配上他自己的 KJ Wurz 的KP17的弹夹，我们来做一个射击哦。那预计射击23发左右，距离是5公尺。那现在这样搭配的话，平均的枪口初速，子弹的初速是每秒74公尺哈。那使用0.28克的 BB 弹装载的瓦斯是恐龙的12公斤瓦斯，装了有5公克。好，那今天温度大概是25度左右，我们现在来准备开始。那这个靶纸是大概是一个 A4 大小的一个靶纸哈。好，准备来开始。射3发，看一下落点在哪里。好，大概在8那边，然后有一个是在5分那边啊，下面。好，现在把它放大，准备来再更精准的看到结果。偏左。后面没子弹了，然后刚有几发哦，大概2发吧，是，觉得好像滑套没有，那个 timing 没有太好，没有太抓好，所以它好像子弹，滑套有回复原位，但是子弹好像没上去，这样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哈、哦，在黑圈里面的状况是这样子，那我们看有没有在外面打外面的。上面看起来是没有，下面看起来是没有。哦，所以它在5公尺的射击，虽然这很小的一个baby Glock，其实最小是 G42了哈，那第二小的话是 G27、26，baby Glock，所以它枪管很短哦，大概。60几mm 而已吧，这样，但是设计起来感觉精度也还不错。好，以上分享，各位，拜拜。